厦门的建设，我相信很多人呢，很多团员都觉得非常的震撼，尤其刚才看到了无人码头，整个码头没有人。韩国瑜访陆最后一天，下午参访海沧远海自动化码头，认真听讲，时不时提问。取经世界第一个第四代自动化货柜码头，这里甚至被当地业界称作是魔鬼码头，就是希望能够吸取海沧远海的成功经验，借鉴给高雄港。计算机控制的桥吊拖车24小时自动运行，整个码头空无一人，全 AI 智能化，透过中央中控系统对整个出口货物的信息进行整理，透过三维立体对集装箱进行定位，通过自动巡航的小车将货柜从堆场移送到船边。根据统计，海沧远海自动化码头2018年累计的货柜吞吐量就超过了750万箱，收益惊人。未来高雄南南合作，所有的步伐不会停，而且我们有心把高雄建设为全台湾最有钱的城市，这个决心也一定不会消灭。韩国瑜出访不止拼经济抢订单，也学习别人的优点，借助他山之石，期盼能够改造高雄港，再现港都繁荣。记者吴国珍、高孟柔厦门报道。